啦。咁咧就馬太福音十三章咧係好出名嘅耶穌嘅比喻嘅一章聖經。咁咧就裡面好多比喻咧，或許大家都睇過、都聽過唔少次，都知道下佢嗰個嘅意思。不過今日咧就都會講一講裡面嘅比喻，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成章去睇。咁我成日講笑地講咧，就係話。好似拍電影咧，周星馳前嗰10多年咧，啲戲都好紅噶嘛。咁好多咧，我哋都有睇嘅，都好笑啊咁樣樣。咁其中咧有一出戲咧，就係佢攞咗本嗰啲武林秘笈啊嘛。攞咗本武林秘笈咧，就練咗前面好多招，咁咧就打到最後咧，硬係打唔贏嗰個敵人。咁到就嚟死嗰陣時咧，本秘笈咧跌咗喺地下，啲風一吹起晒咧，咁連續好多板咧。就吹起咗咁樣，好似一個動畫咁樣樣咧。咁佢望落去咧，咦，望到啲新嘢喎。咁咧就原來嗰個絕招咧，就唔係喺每一版嗰度，係喺成本書嘅連貫性嗰度。咁咧就其實呢一樣嘢咧都有好多例子都係咁樣嘅。咁特別舉呢個例子，即係希望大家係記得深刻啲嘅。聖經都係咁嘅。聖經好多時咧有一啲嘅記載咧。除咗本身嗰件事件或者本身講嗰樣嘢獨立地有一個意思咧，嗰個連貫性上面咧更加有一層嘅意思喺嗰度。咁所以咧，如果你讀經咧，我成日鼓勵大家讀經咧，就係話，總之你讀就得噶啦，讀得快又好，讀得慢又好，即係讀少少又好，一次過讀好多又好，總之你讀咧就好過唔讀啊，點讀都得嘅。咁咧就呢一種嘅講法咧，就係話你讀經嘅時候，如果讀得快咧，就有好處啦，一讀成章讀晒。或者3、4章讀晒，咁下第時我有機會先再講咧。我成日講哥林多前書12、13、14章咧，就要3章一齊讀咧，你先讀到嗰個意思出嚟嘅。如果你逐章讀、逐節讀咧，就可能走火入魔嘅。咁咧13章馬太福音呢處咧都類似咁嘅效果。咁每一個比喻有佢嘅意思係好好嘅，咁但係連貫嚟睇咧仲更加好。咁我哋都讀一讀呢一個嘅聖經，今日咧可能讀多少少，咁亦都因為咧就叫大家咧就係話要睇嗰個連貫性咧，咁除咗讀呢一個投影片嗰啲嘅經文之外咧，你揭開馬太福音13章咧，一間我帶你睇一睇嗰啲嘅標題啊，嗰個嘅連貫性啊，咁咧你就更加睇到個整體圖畫。咁我哋現在咧就首先睇咧就第一個嘅比喻咧，話撒種嘅比喻，馬太福音13章1至23節咧，我哋讀一讀呢個。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就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接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忧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土，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呢，真的大家我想都大部分人都听过大了。咁咧就亦都係好比較淺白，因為咧睇落去嘅時候咧，就可能唔使解釋咧，你都估到少少嘅意思。但係跟住嗰個經文落去咧，就門徒問耶穌嘅時候咧，耶穌就解釋咗。咁嗰個嘅解釋咧，字面上面嘅解釋，大家都一睇就明啦，亦都冇乜特別嘅深奧啊、玄妙嘅嘢喺裏面。不過咧喺嗰個嘅解釋裏面咧，就有幾點咧，大家要留意啦，即係。撒種的時候有4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呢，就是說撒了在路旁的淺土上面，第一種呢，就是說那些人呢，就聽了道不明白，不明白的時候呢，就即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那就那惡者來呢，就將他所聽的道拎走了。重要的呢，在這裡呢，就是說我們要留意呢，是有那惡者的工作在當中，即福音傳俾所有未信嘅人，希望嗰啲未信嘅人咧聽咗之後接受呢個福音咧，原來有惡者咧係當中有工作咧要去破壞嗰啲嘅道咧。如果啲人聽唔明白咧，聽咗都唔知你講乜，唔肯接受咁嘅時候咧，所聽咗嗰啲道咧，惡者嚟咧就會拎走咗佢，係有惡者嘅工作喺當中。好多人咧。未信的都有啦，甚至乎信了的都會有的，就覺得靈界這一樣東西不實在。上一次我們講到的時候有提過，就其實靈界的東西才是實在，虛擬世界那次，那次不是純粹為未信的人講，為信了的人講，都是一個很實在的提醒。靈界才是實在，我們現今這個世界所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生活的，你認為很重要的那些一切呢，其實在一個永恆的裏面，永恆就是靈界裏面的永恆，就將來那個的物質就不是現在這些物質，現在所有的物質呢，在彼得前書裡講了，就是說所有有形質的呢都會消化完沒有了。那將來那個世界呢，主要就是靈界，那或許神會再創造過另一些東西出來呢，那些如果叫物質的話，都不是現在這些物質來的，那那個世界才是真正的，才是永恆，才是實在。那惡者呢，就是要在我們人的裏面，如果人聽了這裡不明白，他就拿走他，有惡者的工作在當中。而這個惡者的工作呢，就是說聖經不會全部的東西都次次提到惡者的嘛，那這算是點了出來呢，就是讓大家知道惡者的實在呢，我們是要小心了，就不是說純粹一個理性的或者感性的，純粹在這個物質世界裏面我們所說的東西，忽略了靈界 的存在。惡者在當中是有工作的，這個要小心。如果人聽了不明白就糟糕了，即是聽了不明白，惡者就會拿走的。另外呢，就是說有些在淺土的就很快 有根樣樣，好像生長了，但是呢這個聖經耶穌解釋的時候呢，就說他們沒有根呢，一碰到有問題的時候呢就沒了。所以呢，就話人呢，其實在呢個福音聽了的時候呢，有責任呢，就話有責任要去明白，要用個理性嘗試去明白，然後呢去扎根。即如果有些人信了主，啊我信了啦，咁冇去扎根呢就很危險的情況。冇去扎根是什麼意思呢，就話啊得啦，我信了啦，啊成日翻教會唔使啦，得閒先翻啦，啊讀經唔係幾得閒喎，有精神先啦，即係將呢個信仰、將讀經、將祈禱、將同弟兄姊妹一齊聚會、將敬拜神，全部擺喺次要，搞掂咗佢生活先，搞掂咗佢工作先，搞掂咗升職先，搞掂咗家庭先，搞掂咗仔女啲功課先，啊得閒啦，啊都好喎，都要去敬拜下神喎。嗱，咁呢個咧就係冇扎根，係好危險嘅。
特別喺真理上邊咧，你唔睇聖經，唔讀聖經，唔聽道，對真理唔明白，唔通透，唔能夠以真理嚟影響到你自己嗰個生活同埋決定嘅時候咧，呢個就係冇扎根。冇扎根嘅時候，或許你現在睇起上嚟好好，但係一當有患難、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可能忘記呢個信仰，丟棄呢個信仰。所以咧，扎根基督徒信咗要去扎根係好重要。另外咧就係話，當都好似 OK 啦，不過啊，有啲世上嘅思慮啊，即係追尋財富嘅迷惑，呢個聖經咁樣講嚟嘅時候咧，啊又變咗有問題。就係話一個基督徒，如果佢嗰個信仰唔成熟，同埋佢個目標唔清晰，唔將佢從地上嘅目標要揾錢、要富足，唔好太富足啦，不過要不愁衣食，其實都好高要求，要不求衣食。我想要間屋仔啫，咁話屋仔都1,200萬。即係如果你係將嗰個嘅目標擺喺呢啲個處，你要追求認識神，要追求侍奉神，追求敬拜神，活出一個基督徒嘅樣式咧。一定大打折扣。跟住如果去到一啲位係思慮錢財更加出現緊張情況嘅時候咧，你點啊？你咪又丟棄個信仰。所以我哋要學識咧，路喺嗰個扎根喺追求嘅過程裏面咧，將我哋嗰個目標咧轉移翻去聖經所講嘅，我哋唔係追求地上邊嗰啲見到嘅，我哋要追求嗰啲上邊喺天上見唔到財寶。神講得好。好好就係話，我哋唔好追求地上嗰啲嘅財寶，嗰啲咧會俾蟲蛀啊，會俾賊偷。你要將你嘅財寶咧擺喺天嗰度，擺喺天嗰度係點樣擺法咧？就係話你將你啲錢咧去捐助啲窮人，去奉獻咗佢咧，咁你嘅財寶咧喺天上嗰個户口咧就噔噔噔噔打多幾個零啊！咁到時咧神就還俾你。咁你睇下你儲喺嗰度好啊，定儲喺地上銀行好？很多人呢，如果經歷錢的呢，就覺得怎樣都要儲錢的，最多的投資呢就安全一點。我不是說投資不好，而是有些投資不一定可靠，就是雷 X 那些這樣 的事件呢，當日很可靠的傳出來的時候，哇，好多十幾間的大公司聯營來支持，就一樣會想，是吧？即那些呢就被很多人呢從這個角度去思想的時候呢，可以有很大的醒覺和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時候不是去追求這些的財富為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天上的財富。我們要依靠的不是我們的能力，不是我們的關係，不是我們的地位，我們依靠的是依靠神。這樣樣呢，你才會在碰到這些的思慮、世上邊的問題、財富上邊的迷惑的時候呢，你不跌倒。所以基督徒在聽了道的時候，無論在哪一個的階段，你都是有很大的責任。再說一次，要明白，要扎根，要追尋天上的財寶，要倚靠神，不要憂慮。神說將一切的憂慮射給神。到最後呢，就是說那些放在好土的裡面，他們是怎樣？他們聽了道，他們又明白，他們又去追求，又去將他實踐出來行道嘛。我經常說聽道不行道不行，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呢，人們說就我都覺得這個很好用。你如果教人游水，你就跟他上堂拿這樣雙手伸前擺在前面用力，這個呢跟著擺前用力，隻腳呢就不斷地到拍水，行不行？行嘛，行不行？不行。學習游水一定要來試，一定要行出來的，你只是聽呢是一定不行，一定要行。我們所信的信仰都是這樣，聽了很多的道理，是的，寫得很好，很大的智慧，這本真的好書，當日呢耶穌可以這樣做榜樣是非常好，門徒都得，好好。那我呢，你自己都要去實踐這個信仰出來，都要將聖經的教導去行出來，去行道，可能你錯不得，教小孩子行路就最好的了。有沒有人未跌過而懂行？咁咧，哎呀，又跌啦，唔好行啦，咁唔會噶嘛，又跌啦，扶起，即係你哥，俾啲鼓勵佢，扶下佢，再行過，慢慢咧，佢嘅生命一路成長嘅時候咧，佢有足夠嘅力量咧，佢可以自己行。我哋咧喺南方生活咧，好少去滑雪啦，咁有機會去旅行嘅時候咧，去滑雪咧好開心。咁咧去滑雪嘅時候，有啲人咧嘅觀念上邊咧，其實錯誤嘅咧，就話，我未跌過，你成日都跌嘅咁。其實未跌過那個就永遠都學不識，
教滑雪嗰個咧，就多數話嗱，你著起對鞋，一教你咧就話嗱，如果你跌低咧，就行甩咗咧，點樣著翻，點樣擒翻起身，係第一堂就教你呢、這個，唔係教你唔好跌，佢就教你就話，如果要跌嘅就即管跌啦，跌咗起翻身。我哋嘅信仰一樣，我哋要行道，我哋好似起初覺得唔得嘅，我唔掂嘅，即管要去試下，靠著神嘅力量，我哋聽咗嘅道要行出來。咁咧，你就喺呢個信仰上邊咧，又明白又扎根，又將個目標咧擺得正確，又行道咧，而令到你自己嘅生命咧一路去強壯嘅時候咧，你就會出一個好嘅見證。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嚟，即係馬太福音講比喻咧，講完呢個其實都已經好正嘅，係咪？不過神安排點解要將全部嘅比喻擺曬呢張？咁你要再咁樣問嘅時候咧，就要再睇落去啦。再睇落去嘅時候咧，第二個比喻咧，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比喻。咁讀呢個比喻嘅時候咧，好奇怪咧。如果我仲係咪叫你打開個聖經嘅？打開聖經嘅時候咧，如果你立一立嗰個標題嘅時候咧，馬太福音十三章嗰個嘅比喻講到敗子嘅比喻咧，喺第十三章廿四節開始。你睇個比喻嘅標題咧，就係敗子嘅比喻。跟住下一個標題去到三十一節咧，就係芥菜種禍面教嘅比喻。跟住再落去三十四節咧，就係用比喻嘅原因。跟住再睇落去三十六節咧，就係解明幣子嘅比喻。幣子嘅比喻喺廿四節開始講，講咗之後斷開咗，講咗一啲其他嘢。然後嗰個解釋咧喺三十六節先至再提嘅。咁我哋都即本睇一睇呢一處嗰個嘅經文先咯。廿四節，耶穌有次個比喻對他們說：好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及至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仆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從哪裏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說：你要我們去吐出來嗎？主人說：不必。恐怕好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用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好出來，捆成捆，留著燒，唯有麥子收在倉裏。好，咁咧就跟住我哋跳一跳咧，再讀落去。讀三十七節。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耗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咁呢處咧，我哋就斷開咗，就睇翻稗子本身嗰個嘅講法同埋耶穌嗰個嘅解釋，咁都好清晰啦。特別喺嗰個解釋嗰處咧，就更加清晰。每一樣嘢代表乜咧，耶穌都講得清清楚楚。咁咧就喺嗰個嘅農業社會咧，種呢個麥子嘅時候咧，原來咧就有一啲嘅植物咧叫稗子咧，佢個樣咧生出嚟嘅時候咧，好似麥子咁樣樣嘅，即係驟眼立女咧睇唔到嘅。但你細心睇嘅時候咧，同埋如果你有認識嘅時候咧，就會分辨得出呢啲係稗子嚟嘅。不過喺種田嘅時候咧，原來咧嗰啲稗子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如果你唔去除咗佢嘅時候咧，到佢生到咁上下大咧，換句話説咧，個根咧亦都長到好長下嘅時候咧，你嗰陣時先去將佢拔出嚟咧，就對麥子咧造成危險。所以咧，呢一個嘅比喻咧，係一個好實際嗰個嘅農耕生活上邊嘅比喻咧，就係話，當嗰啲稗子成長、吐穗、長苗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再喐佢。呢處咧就好得意咧，神就話由得佢一齊生長，容許佢一齊生長。不過到世界嘅末了嘅時候咧，田地係世界嚟嘅，其實撒好種係天國之子，撒稗子係惡者之子。原來呢個嘅情況咧，又係有惡者嘅工作喺當中，所以咧喺個信仰嘅裏面咧，見到好多好奇怪嘅異教啊、異端啊等等咧，唔奇噶。點解嗰啲嘢咁樣講都有人信㗎咁？
我哋咧近期咧都講一啲嘅異端啊，特別咧全能神啊嗰啲咧，講埋嗰啲嘅信仰嘅內容，咁都有人信嘅咁，就係、是、有人信。點解會咁嘅咧？呢度俾一個很好好嘅解釋，呢個係惡者嘅工作。惡者喺人嘅心裏面咧，令到佢哋咧會咁樣相信，長出嚟嘅敗子同墨子一齊生長。所以現今的宗教界裏面咧，亦都變得好奇怪的一個嘅現象。有陣時候有啲人嗰個信仰去到一個地步，你覺得乜咁嘅好似唔係啱聖經喎。咁但係佢又好多人跟從佢喎，甚至乎到一個地步咧，我哋福音派或者自誇係信仰純正嘅教派咧，就點解我哋教會得咁少人？人哋教會幾千人嘅咧咁。嗱，呢個就要小心。呢、這個小心咧，就係話啲好似，因為會再講嘅呢度，就好似一啲嘅敗子同墨子擺埋一齊嘅時候咧，係一齊生長。呢、這個係神容許。有陣時咧，我哋會去到一個地步咧，就覺得話，如果嗰啲唔係啱神心意同埋啱聖經嘅，點解神就會容許俾佢咁蓬勃、咁多人咧？咁呢度俾佢少少嘅揭示咗一啲嘅原因咧，就係話惡者嘅工作喺當中。亦都是神容許呢些事情發生，神容許並不表示接納。到世界的末了的時候咧，仇敵的工作呢些嘅敗子咧，拎咗出嚟咧，要捆成捆咧，燒咗佢。神接受，不可以進到永恆。只不過喺現今呢個世界咧，現今呢個世界田地就是世界，神容許佢哋擺埋一齊。咁所以咧，我哋咧要留意咧，本身我哋自己個信仰，好似剛才撒中嗰個比喻咧。我哋要搞清楚，要扎根，要追求正確，要行道，活出好嘅見證。側邊我哋會見到有啲嘅敗子喺度，你唔使太介意，亦都唔使太擔心，亦都唔使太憤怒，亦都唔使自我奮勇地走出嚟咧，話要去做啲咩嘅工作。神容許佢一齊生長，到世界嘅末了嘅時候咧，神就會搞掂佢。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點樣面對呢個世界，點樣面對好多宗教上面嘅混亂。很多人似是而非的講話等等，我們要持一個什麼的態度。好了，跳開了這個，為什麼那個芥菜種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要放在中間呢？我們也即管看看它的內容先。31節，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裡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他又對他們講個比喻說，天國好像面教，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面裡，直等全團都快樂。嗱，呢兩個比喻咧就特別啦，特別在咧就係話好多嘅我聽過嘅講法咧都有不同方向的解釋。咁最簡單的個解釋咧，就係話芥菜種係好細嘅。咁佢啲樹長起來嘅時候咧，就比所有嘅菜都大，成咗樹添。天上嘅飛鳥嚟縮喺佢嘅枝上。嗱，呢一個嘅好得意咧，耶穌冇解釋。咁你話咁樣嘅成長，咁樣嘅壯大係好事定唔好事啊？你答好，亦都有好多神學家係咁樣答；你答唔好，亦都有好多神學家係咁答。所以咧，就其實咧，就好定唔好咧，唔係聽邊個神學家講，你自己要睇聖經，自己喺神嘅面前領受。話好嘅，佢就話嗱，天國啊嘛，即係依家喺世上邊，我哋信耶穌嘅信仰一路壯大，一路傳福音。耶穌叫我哋咧，福音傳遍地極。叫萬人都 要得救等等，所以咧，依家教會咁樣嘅壯大啦，非常之合乎聖經，係神嘅心意，啱唔好啊？但另一個嘅睇法就係話，咦，明明係個芥菜種嘅菜嚟嘅，點解大大黑變咗樹咧？咁樣咁有啲反對嘅人咧就會話：喂，咁佢其實即係變咗質喎，係棵菜嚟，都變咗棵樹，咁咧就搞到天上嘅飛鳥咧就縮喺佢嘅枝上。咁呢一個咧就有少少靈異啦，就係話好多時咧喺聖經裏面咧飛鳥啊嗰啲咧都係代表啲罪惡啊，都係代表啲唔好嘅嘢嘅。咁
咁佢話：咁其實係唔好嘅意思啊。咁啊，有咁講喎。咁面教啦，面教咧就係話我哋做麵包嘅時候咧，會擺啲發酵嘅面教喺嘅裏面咧，就等佢放啲氣體出嚟嘅時候咧，令到麵團漲起啊嘛，咁食落先鬆軟啊嘛。啊，咁呢個咁樣嘅技術咧，原來2000多年前咧都已經有噶啦。咁呢個比喻就係天國咧，亦都好似咁樣嘅情況，有個富人將一啲面教藏喺嗰啲面裏面。直等到全團都發起喎，咁就冇講到咁嘅點喎，又冇解釋喎。咁外表嚟睇咧，就係話嗰個面團咧，又係啦，一路漲大、漲大、漲大嘛，係咪？咁呢個就冇咁複雜，冇第一個咁複雜，就係漲大咗。咁但係咧，就話喺面教咁樣發酵嘅時候咧，好多時喺聖經裏面咧，都真係用嚟咧代表罪惡嘅。面教咧係代表唔好嘅嘢。咁耶穌專登揀一個咁樣嘅比喻嚟到講話面教有冇佢意思咧？嗱，亦都係有兩方面嘅解釋嘅。咁我都聽好多正嘅話，好，我哋嘅基督教，我哋嘅信仰，即係神嘅國一路咁樣長大，一路好多人嘅信主，到某一天咧非常之完美嘅時候咧，主翻嚟啦。咁呢個咧係影響到我哋所謂一啲嘅末世觀，影響到我哋人點樣睇現今信耶穌呢個信仰一路嗰個嘅發展個嘅趨勢，認為係好事嘅咧。就會影響到他們覺得呢，現在要去傳福音，不是傳福音不錯的，要去傳福音，因為呢就期待呢那個的效果呢是越來越多人的信主，全城信主，全世界一同敬拜，這個呢就或者這些信息傳出來呢，令人很振奮很豪氣的，那呢就到一天呢，全遍天下很多人一起讚美主成為基督徒的時候呢，主回來，这个呢是这个世界观所引领到他的方向。但另一个的看法呢，就是说其实呢要人真正信主，真正去行道出来呢，是越来越难，人的心呢是越来越刚硬，虽然表面上呢教会或者整个基督教界呢一路发展的时候呢好像很壮大，不过很多都是表面，很多都不是好事来的，咁樣長大咗嘅啫，咁咧就真正信嘅人越嚟越少，到一個地步咧，真係要悔改信主嘅人，神喺天上睇冇啦，嗰陣時耶穌翻嚟啊，結束呢個世界。咁咧又另一個世界觀喎，咁所以咧就好唔同嘅兩個方向。咁其實咁我哋點選擇咧？眾說紛雲，呢邊又話咁，嗰邊又話咁，咁你自己決定咯。咁我就講我嗰套啦，啊，我講我嗰套係點樣講咧？就係話。这个大支的比喻抹开了中间塞两个比喻下去呢，这个这样的做法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经文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原来在当时那个犹太人那个书写的习惯或者在他们那个文学的编排的里面很喜欢将重点的东西摆在中间，然后就将两个的事件呢相輔相成咁樣咧，嚟到襯托起，將中間嗰個主題咧擺咗喺中間，前後嗰啲就係我哋襯托解釋鞏固中間嗰個主題。咁呢一個嘅方向咧，大家要記住，好多時睇聖經唔係話全部都係啊，但係好多時都會係咁樣樣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年幾之前咧，阿 Gloria 咧嚟幫我哋講呢個路加福音嘅時候咧，就講嗰個血流嘅婦人咧。同埋嗰個嘅女孩子話要復活咧，都係咁樣樣啊，都係將嗰個女孩子話要復活嘅前後嗰個故事擘開咗，中間攝咗個血流嘅婦人落去，原來咧就帶出咗一啲特別嘅意思。咁呢樹我只能夠咁講，會唔會都有咁嘅意思咧？大枝嘅比喻好明確，耶穌解釋咗大枝嘅存在咧係對麥子形成一個傷害，係一個負面，係神唔喜悅，將來要去審判要毀滅嘅。將這個比喻拆開了而擺了這兩個芥菜種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在中間，我就會覺得呢它那個的性質呢是講緊天國裡面將會有破壞的工作，將會有混亂的情況出現居多。這樣看的時候呢，就是說芥菜種表面那個的壯大不是一件好事。咁如果咁睇嘅時候咧，就配合我哋觀察到依家喺個末後嘅世代，好多異教啊、異端啊，越嚟越發展得蓬勃，
越嚟越多人咧，反而正確嗰個信仰咧，唔去信，就信咗呢啲古靈精怪嘅嘢咧，就吻合啦。同時咧，就係話喺嗰個芥菜中嘅比喻咧，我哋留意到咧，就係話芥菜本身係菜，如果佢變成咗樹嘅時候咧，係嗰個嘅本質嘅改變。咁呢一個咧，就聖經裏面成日教我哋咧，就係話我哋嗰個信咧，要保持住對於神嗰個嘅單一嗰、那個純正。在個本質上咧，唔好偏離，唔好變壞，唔好改變。我哋咧要為神一次交付俾我哋嘅真道咧，要去爭辯啊嘛，要去堅持啊嘛，唔好喺嗰個本質上邊咧嚟到變咗另一樣嘢。繼而咧就係話飛鳥飛入嚟咁樣樣或者係個面教法起咗咧，就係講到咧就係話你本身存有嗰個本質咧。不要被外邊的嘢嘅雜質咧混咗入嚟咧，令到你變雜咗。即係可能你嘅本質你冇變，但係外邊咧你侵多咗一啲唔係你本身嗰樣嘢入嚟咧，就叫有咗雜質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可以咁樣喺兩方面嚟睇咧，就係話我哋嘅信仰個本質要好重要，要保存，要根據聖經所講嘅。所以點解我經常係最重要鼓勵大家咧，要自己多讀聖經。祈禱多讀聖經，咁你咧就會建立到你自己喺神面前咧對真理嗰個嘅理解，咁你嗰個嘅本質咧就能夠保存，亦都唔會俾外來嘅雜質咧喺裏面咧嚟到混亂咗你啦。因為依家咧你睇咧教會啊、世界嗰啲咧，好奇怪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咧就話啊，教會我哋要將福音傳開去，我哋要影響世界咁。咁但係好不幸嘅咧就。在教會能夠成功地影響到世界的時候，世界很多東西的做法、價值觀的方法就影響了教會。很多時候人都會拿出來說，就是說教會裡面的管理，因為特別可能社會的變化，就是商界裡面多了很多成功的管理的方式，將那些管理的方式帶進去教會來管理，教會就變成了一間機構，一間商業機構，用了世界的方法来做管理。那你说是不是教会这么乱七八糟好呢？就不是，只不过呢就是教会呢用教会的方式来管理，就不是用世界的方式来管理。那这个呢就可以牵涉到很广泛呢，就有机会呢才再讲了。那只不过呢点提识的呢，就告诉大家听呢，就其实呢就是教会里面呢，即有没有这个本质的变化呢，有没有这个杂质的入侵令到它改变呢，我们是要留意的。真理的追尋，一路聖經教我們呢，就是說叫我們呢去認識真理，聖靈來呢是要我們認識一切的真理，是吧？但是呢很多時候呢，現在的真理呢你叫人去認識呢，他就說唉，好像很麻煩喔，要看聖經那麼麻煩，即是選一些容易一點的啦，敬拜的時候你又高舉神的話，就要聽你講成粒鐘的東西悶得滯喔，不如呢就想一些方式呢令到氣氛好一點，令到大家容易接受一點，令到大家呢不要那麼辛苦。所以呢就是說在信仰上面有些打明基督教的地方呢，他們那個的主日崇拜呢已經慢慢不同了，已經呢將講道的時間呢，聽到有些講呢從以前一個鐘頭減到45分鐘，減到半個鐘頭，減到20分鐘，有些說15分鐘要完了。不過唱詩歌啊啊！大家喺處好興奮嗰啲嘅狀態咧，長啲半個鐘頭。嗱，我唔係話敬拜唱詩歌唔啱，只不過咧就係話本末唔能夠倒置。詩歌敬拜，我哋係要敬拜神，我哋個主題咧係令到神得榮耀。不過依家好多時啲人咧話：哎呀，嗰邊個敬拜正啊咁。點解佢話正咧？你有冇留意到？因為佢出嚟嘅時候佢好興奮，因為去完嗰個敬拜嘅時候佢自己好開心。啊！一周的辛勞去完那個敬拜得釋放，他們參與教會那個的目標是為了自己的壓力得釋放，是為了令到自己的心情開朗，那個是不是敬拜神所要的呢？那個要值得思考。但是很多時候好教會就很容易走了這個方向。讀經有多人不是很讀的，唱歌很喜歡唱，所以呢又不是說錯，所以現在要說話要很小心。不過呢
就話好多時啲歌咧，嗰啲歌詞咧就真係值得商榷，所以咧依家我哋好興改歌詞，見到嗰啲歌詞唔係幾好嗰啲要改，因為嗰首歌本身個旋律 OK 嘅，但啲歌詞硬係好似令人即係唔係幾走喺正確嘅信仰上邊，咁所以我哋中意改歌詞。唱歌好多人好中意係好事嚟嘅，咁所以咧應該咧更多嘅基督徒咧就話作多啲詩歌，將啲歌詞又寫好啲咧，咁等啲。啲信徒可以唱咧就更加好，就唔使唱埋嗰啲古靈精怪嘅歌詞。好嘅，不過亦都係嗱，好多人咧就喜歡咗嗰個容易嘅方向，就話：哎呀，唱下嗰首歌咧，佢就覺得已經係喺處温習緊嗰個真理嘅。不過好多時唱嗰首歌嗰個真理就唔係真理嚟嘅，同聖經唔同嘅。我呢度所講嘅咧，想具體啲講出咧，就係話喺教會裏面，無論整體嗰個架構、信仰嘅教義，或者人本身嗰個追尋嘅方向咧，其實都好多時喺個本質上邊變，雜質亦都一路咁樣喺度入侵，係一個要我哋警覺、要小心嘅時刻。差唔多2000年前馬太福音耶穌所講嘅咧，已經提咗我哋喺聖靈嘅感動底下咧，編輯聖經嘅人將耶穌嗰啲嘅説話編輯成咁樣嘅樣咧，係有佢嘅意思。聖靈有佢嗰個工作喺裏面咧，就係話要表達一啲嘢，所以呢個芥菜種同面教嘅比喻咧，我個人嘅傾向咧就係話係講緊啲負面嘅事情啦。咁大家可以咧喺呢方面咧嚟到去研究一下，亦都去聽多啲人嘅講，亦都自己睇多啲聖經喺神面前祈禱咧，去領略一下究竟神嗰個嘅意思係點樣嘅。我哋再睇落去嘅比喻咧，就係話睇到寶藏啦、尋珠啦同埋撒網。呢度就講咗啦，就係將個幣子嘅比喻拆開咗咧，將呢兩個比喻咧攝在中間。個個都讀呢個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者發起。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寶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珠子。咁兩個好短嘅比喻，亦都係講天國嘅情況。咁呢個天國嘅情況咧，就係講尋寶同埋咧買賣啲珠子。有冇留意到有啲咩共通嘅地方咧？變賣係啦，兩個咧都著重咧，就係話有人發現咗呢啲好嘢之後咧，變賣一切嚟到去買到呢個寶藏，呢塊地得到呢個珠子。話俾我哋聽，重要嘅咧就係天國裏面咧，即係天國其實即係依家嘅 term， 即係依家嘅用語就係話，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呢個信仰嘛，我哋信耶穌呢件事啊，天國，我哋所追尋嘅，我哋所信嘅，原來好重要有一個元素要變賣一切所有，就係話你睇呢一樣嘢，呢個信仰成為神嘅兒子呢件事，你睇得有幾重要？好似剛才講咁，你覺得就話？都不是太重要的，不過有埋好啲，所以咧你就拼命咧去工作啊，去奮鬥啊，去擴展你嘅人脈啊，去爭取地上嘅成功啊，然後咧有神喺後面祝福，哇正！亦都係有啲嘅團體咧去鼓吹一啲人咧，就特別做生意嘅人咧，就不斷去 sell 呢樣嘢，就令到好多人嘅信仰咧係偏差。就覺得就話，我做生意加埋信耶穌冇得頂嘅，耶穌會祝福我嘅咁，冇講過啊，啊聖經冇講過，特別咧聖經講咧就係話，如果你信咗耶穌之後咧，你要預定咧，你嗰盤生意啊，你所有嘅財產咧，你為咗信仰而犧牲，你肯唔肯咧咁？咁到時佢就要真係好慎重地考慮。呢樣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嘅信仰咧要有呢一個輕重嘅比較，我哋覺唔覺得呢個信仰我哋得著成為神？自己嘅名分要咁樣嚟到堅持，要咁樣嚟到追尋，係重要到我哋可以變埋一切咧，係重要到所有你其他嘅嘢都唔重要，只係單單為著得著呢啲嘅寶藏，得著你成為神兒子嘅名分，得著呢個盼望，得著呢個永生。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我哋所經過嘅處境都唔同。我哋認為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都不同，不過在這樣比較之下，你有沒有符合到
神呢個比喻所講呢啲嘅情況，你寧願變賣一切都要去追尋到呢一個嘅寶藏咧？所以呢個嘅比喻咧，一路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俾我哋咧睇到咧，我哋喺神面前嗰個信仰咧好重要。到最後，呢度要特別要講，有兩個經文咧都係咁樣提醒我哋噶，即係關乎呢一個嘅變賣一切同埋犧牲。馬太福音六章廿四節咧講話，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不是護者一個就是愛那個，重者一個輕那個。你們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馬門。馬門喺當時嘅話語嚟講，代表財利嘅意思。特別咧又用財利同埋去神兩方面簡單地嚟到去睇，唔講權力，唔講地位，唔講家庭，唔講關係，唔講其他啦，就係講財利啫。亦都係好多人咧好著重嘅。耶穌話唔得嘅。你不能夠侍奉兩個主，你要兩邊討好的時候咧，遲早出問題，不是輕呢個啊，重重嗰個。咁配合翻呢一個嘅比喻嚟睇嘅時候咧，你就要自己決定咧，其實邊個先至係你嘅主人啦。另一段嘅聖經咧，喺雅各書四章四節講咧，就係話：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呢個世俗咧喺英文聖經咧就咁譯做世界嘅啫。咁就正正係咧，就係話世界所注重嘅嘢咯，世界嘅標準啦，世界認為好嘅事情啦，世界認為你應該擁有嘅嘢啦，嗰啲叫世界。嗱，呢處咧講得好嚴重嘅，就係話與起先第一句咧就冇咁嚴重，第二句嚴重啲。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我冇與佢為友啊，但你想下都唔得。凡想要與世俗為友嘅，就係與神為敵。你的心里面虽然你或者未得到，但你的心里面如果这样想，世界这一些美好的事物都是我的目标，都是我要追寻的，都是怎样怎样怎样，你想与他为友就已经是与神为敌的了。所以呢就说基督徒在你那个 的先后次序那算，哪些是重要，哪些是不应该占有地位呢，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大家要留心，在我們每一天裡面其實要影響到我們生活和我們的抉擇。到最後一個比喻，就是說耶穌說天國又好像網撒在海裡面聚攏了各樣的水族，網記滿了人就拉上來坐下，揀好收在器具裡，將不好的丟棄。世界的末了也是說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你都係講到世界末了，現今未曾啦，到主翻嚟嘅時候，審判再嚟嘅時候，到最後要審判，每個人都要喺神嘅面前咧，要接受神嘅審判。究竟你係惡人，還是係義人呢？喺神嘅面前，你點樣樣通過呢一個嘅測試，係惡人定係義人呢？簡單地咧，就係話。我哋其實冇一個係義人嘅，靠著我哋自己走去稱咧，就個個都死噶啦。信耶穌嘅咧，我哋就係義人啦。我哋咧就因著耶穌嘅義咧，成為咗我哋嘅義咧。我哋就喺神嘅面前咧係義人。所有唔信耶穌嘅人咧，要自己一力承擔自己所作嘅事嘅時候咧，去到神嘅面前咧，都話啦，神播翻曬啲錄影帶出嚟嘅時候，哇！真係你自己都唔敢睇咁咧。你都會叫神唔好播啦，唔好播啦！我係惡人，我係惡人，都會咁樣，冇得走嘅。所以點解我哋一路要去傳福音，勸啲人咧盡早信耶穌咧，就係希望咧就係多啲嘅人咧喺將來咧成為義人啊！到最後，神用呢個比喻咧嚟到話俾當時嘅人聽，到呢個世界嘅末嘅時候會係點樣樣。所以咧，再翻轉頭講咧，就係整個馬太福音十三章嘅比喻咧，你立翻嗰啲標題嚟到睇嘅時候咧。撒種的比喻，神的道撒下來，要人信主，要人跟隨他。我們自己去到哪一個層次呢？我們自己所盡的努力有多少呢？我們要思考，我們要反省。稗子的比喻在整個的基督教裡面，我們所追尋的是不是真確呢？我們有沒有純一不雜地去堅持我們的信仰，還是人說什麼你就信什麼呢？所以呢要多點看聖經，多啲喺神面前咧嚟花功夫，咁你嗰個信仰咧就係你自己，唔係聽人所講，因為真係聽人所講咧係好危險。咁但係唔係叫你唔聽，
即係你去聽，你要知嗰啲人講乜，然後你自己喺神面前咧，你又自己讀經，你又自己去衡量，咁咧嗰個先係你自己嘅信仰。咁呢個敗子嘅比喻啦，芥菜種面教嘅比喻啦，就鼓勵我哋咧要喺呢個信仰嘅純正上邊咧，我哋要用功夫啦，我哋唔好咧俾呢個世界之風咧要吹到我哋咧擺來擺去咧。令到我哋在神面前失卻了個信仰，同埋唔能夠討神的喜悅。寶藏珠子，我哋有冇嗰個犧牲的精神咧？我哋係咪仲係與世俗為友，成為我哋一個好重要的人生目標咧？嗱，嗰啲咧都係值得我哋反省。咁所以咧，呢一個整個馬太福音十三章嘅比喻咧，今次咧好快脆咁樣講一次咧，希望喺個整體嘅信仰同埋方向上邊咧，能夠俾大家有一個嘅提醒咧，就越走咧就越正確。越走呢就越強壯健康。我們一起祈禱。親愛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呢將聖經呢留下給我們，你的話語呢記錄了你自己個的心意和那個將來的計劃。主，你自己的聖靈呢也都在我們裡面呢，你將你的道理解釋給我們聽，求主都给我们有个渴慕认识你真理的心，多读经，多侍奉，多聚会，在当中呢令到我们的灵命在你面前呢生长得健壮，我们的信仰顺一不杂，这样呢来到继续行走我们地上边的路，在世界上边来到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不是被世界上边的事物那些的方法，那些的標準來到去拖累了我們。求天父呢給我們有一個敬畏你的心，來到繼續我們前面的路。多謝天父你聽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